哟，瞧这记性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真是把我的脖子迷失了呀！然后这边，哟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哟，这个东西你怎么回事呀？这水啊这么粗心，还是衣服呢？哟，这不是水跟我一样，也是认错了吧？哎呦，妹弟啊！哎，怎么了，大哥？哎呦，你看我这个人可粗心，哎呦，这是我的。啊，这里的是吧？对对，刚才走着呢，不小心玩手机，怎么把我当垃圾人了？哎呦，谢谢你给我。哎呦，我这么多钱怎么不要了呢？我刚才也是的，把我包的给扔错了呢。现在到这个年纪了，都是的。哎呦，这么大意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大哥，等一下。啊，衣服还没给你呢。什么衣服？衣服给你了，不要。衣服给我不要了。哎，大哥，你回来。你这话说的莫名其妙。这个衣服是新衣服，吊牌还在呢，你怎么不要了呢？哎呀，送你穿嘛。送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哎，回来回来回来。哟，大哥，你可不能这样子。我既然捡到了，我就得事事负责任。这个我跟你说不是你的，快来了。哎呦，美女，你的意思我明白啊，分你一半好吧。 我跟你说大哥，我一分钱都不会拿。我既然遇到这个事，我就管到底，这不是你的赶紧拿来。你管什么到底啊？你管什么到底啊？你不做好事，不是你的你来冒领，衣服不是你的，你当然不会要了。这里有没人，我俩分了一下一半不算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制片厂都有监控的，这么多现金了，你看一下，都凑我几个月的工资了。我跟你说，他等一下肯定会来的。哎，你快走，不要报警。你傻了没有？你还要报警？你说要多疼呐？哎呦，如果说你不相信，那我们再细细的好吧。傻头吧唧的，还要做好人有用吗？那是你想的，你在这等吗？傻，不是你的，家来冒你，真是的，什么样人都有。哎呀，这样是谁呀？这么粗心啊？你看这个怎么这么粗心？停进去了，怎么我的衣服不在那呢？哎，那个美女啊，我听你手里提的这个包是不是从垃圾桶上面捡的吧？你不是看我捡的那衣来冒领吗？哎呦，美女，你看我今天买了两件衣服，你看一下，里面还有现金2000块钱呢。别说了，它真是你的一个孩子的裙子。哎呦，你下次小心一点，你不知道今天还有一个人呢，帮我冒领来着呢。哎，还有这样的？对呀。哎呦，还有这样的？哎，美女，今天都给你了啊。哎，我爸爸去了呀。哎，美女，啊，怎么了？我打扰你一下，你看我那衣服是不是一样的？这个颜色不同是吧？哎呦，别说了，我俩还真有缘呢，衣服真是一模一样的呢。这个是我家采购的早秋新款的复古定制的旗袍裙呢，这个是一个高端罗马的料子，穿起来是不是很舒服呀？对对，我那面料也是一样。对呀，腰部还带小调节的呢。是的，是的。你说刚才从哪里买的？你家卖的呀？对呀。那贵不贵呀？我这衣服吗？才只要118的价格，还全国包邮呢。我的天哪，这么便宜啊？怎么回事呀？我的妈，我这个，哎呀，大哥这还买了488呢。400多吗？对呀。那你不是买吃亏了吗？这个衣服在我家里买好几件呢，我要是做电商的，一件都是出厂价的价格呢。哎呦，那我下次到你家去买。